我哋情敵啊，情敵好難講啊。我諗緊，其實我哋兩個真係。是好似咯，我哋兩個都是有錢女人啊，跟住咧中意咗同一個人。邊度似啊？我咁樸素咁醜，你咁靚。咩啊？你遮唔到你嘅靚。唔係，我個角色係好單純嘅，佢就好花 fit 嘅，唔似啊，唔似啊，我兩個唔似嘅。但係我真係愛你個 BB 噶喎。你咁多個男朋友，我係傷害咗佢。我係從來冇拍過拖嘅，我角色係好單純，好似我本人啊，本色出演嘅。咪關智斌咯 ，B B。但係你邊個愛上關智斌先㗎？梗係我啦。佢先嘅。不過我咧有少少利用佢，佢先係真愛。唔係少少，純利用。純利用佢嘅。我將啲劇情講曬出嚟咯。唔緊要啊，有更加多劇情啊，靠演技㗎嘛，就知道劇情都照睇，先至演技好嘛。我想 Michelle 做我嘅床替啊。啊，咁唔得。你唔係話得咁咩？唔係，我可以做你嘅指導咯，即係武術指導咯。因為佢哋有多床戲嘅，係啊，我都有嘅，但我係病床咯，同阿 B B 佢就係正式嗰啲嚇，熱辣辣嗰啲。你做會好。恭喜你啦！你俾啲暗口費我費我，唔同你老公講咁樣。哦。有啲咩手段去搶男人？佢靠錢搭佢咯，我諗。係啊，我哋都係。他一開始都是看中我們的錢而已，但後來被你感動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很嬲咯。他不是被我感動，他是真心覺得我這麼純品、這麼可愛、這麼完美的。但是那些人有跟你合作過？誰？有跟你合作過？我好像……哇，剛剛入行的時候一起做show咯，沒有拍過戲，是啊。我就唔識佢嘅，但係驚為天人咯，真係好靚仔喎 ，B B。我頭先摸到佢手瓜啦，已經。我遲啲見到話你知啦，如果有機會見到嘅話，好似氣到都有啲要除衫嘅氣，你見到係嘛？唔係而家屁入邊，唔知佢肯唔肯。啊！你想平時見到啊？你又想啊？你勸下佢啦，叫佢除啦，到時佢唔肯啊。佢肯嘅，佢操緊㗎啦，佢操緊㗎啦。我、哦、我又想啊，但我角色唔得咯，我角色好純品噶嘛，老人院嗰啲義工咁嘅老闆嚟嘅，即係好單純嘅。咩啊？即係想我同佢調轉下。誒，咁邊度考到我哋啲演技咧？係嘛？你完全本色出演就唔算有好戲噶啦嘛。唔得，我忍唔到啊。係嘛？即係。我係啊，我係啊，我有三四年都冇翻過嚟香港啦，已經。點解打到你啊？個角色好好咯，好有挑戰咯，好似我本人咯。純品就得噶啦。純品單純善良啦，冇拍過拖，有錢啦，都好似我咯，係啦，好善良啦。本色演出啊！本色出現啦，直情係。係啊，我認同嘅。嗰都係角色嚟嘅啫，咁個角色好成功啦，嗰個角色帶貨又好直播。當然啦，你做 artist 咩演出都係演出啦，你咩本色演出啊？我都係噶，我好多面嘅，即係我係扮醜啊、扮靚啊、扮老啊、扮亂啊、扮老誒同扮咩啊？扮男扮女都得嘅嚇，導演都可以揾我嘅，扮乜都得嘅我係。驚咩話？咪表示扮得成功咯，即係你譬如扮奸角，哇啲人好嬲你，咪好成功啦；扮醜，哇好肥好醜，咁咪成功咯。如果唔成功，你咪賣唔到啲貨咯。但係好似係話你冇乜姿態咁樣啊，係啊。咁你角色係咁就要咁噶啦，你有時哇仲咁唔通做床戲嗰啲，你又話佢哇你好姣啊咁。你幫我做角色嚟㗎，佢你乜都得㗎啦。我唔信有人可以咁抵抗到啲咁大嘅誘惑啊！我 B B 都靚仔喎，你咪真㗎？佢就話佢唔想做嗰啲床戲咧，話唔得，你唔做俾我做。聽唔到。
我唔覺得係放下身段啊！你做演員乜嘢角色都要扮噶啦，係反而係一個專業嘅有身段嘅演員先至會醜靚老少男女乜都扮咯。但係你咪收身過啊？冇，從來都冇。你問佢食幾多少我？係啊，佢請我食火鍋第一嚟嘅時候，我從來。誒咁都可以做噶嘛，士啤胎你造型可以做噶嘛，係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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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梗係啦，講完之後佢叫我唔好接啊。嚇！你講咗啦？講咗啦。咁佢叫你冇接，你又接，咁你又接，佢離婚咯喎要。差唔多噶啦。咁咧，快啦！所以你快啲救我啊！你做我床替啦，不如。床替就得啦咩？佢出咗街都當係你噶啦。緊要佢知唔係我得噶啦。佢老公都同我做過戲嘅，佢老公同我拍過兩公婆嘅。係啊，私底下都係朋友。係啊，佢老公聽我講都係聽佢講有時。例如他們吵架的時候，我聽你說多過聽他們說，但他兩個都好聽我說，尤其是他們兩個吵架的時候，我也不吵架的，喂，N年前了，你不要，你快點賄賂我，什麼爆曬給你知道，你那些東西，好，下次我們再說，好，謝謝，請訂閱我們的 YouTube 頻道，記得按鈴鐺啊。